先，我想给你们介绍我从小时住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住的房子，房子的后边有一个花园，我们有很多草，看一看。草里有非常多的花，你看这是一个黄色的花，只有白色的花。只是我妈妈觉得这个非常好看，但是非常美丽，但是我觉得非常难看。我不明白它，真的非常难看。在这是一个小房间，在这我停我的自行车，我们的自行车，还有非常多的箱子。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个树，这是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苹果树，这个也是一个苹果树。这是我们的鸡，我们有2个公鸡和一二四，我不知道，我们有一些母鸡。在这儿，我爸爸每天种蔬菜，但是因为他们，我的父母计划，9月搬家去葡萄牙，今年我爸爸不，种蔬菜。在鸡的后边，看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树，也是苹果树。这是我住的地方，再见。